最后一段话，我们人们往往会喜欢去做我们已经很熟练的事情，或者是眷恋在过去的辉煌当中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能够掌握的是现在，而不是过去。我们唯有透过我们坚定我们的积极行动的信念，才能够开创别人无法取代的价值。在2014年 ，New Skin 就有着这么一群的领导人，他们始终坚定着一定要的信念，带着伙伴，带着团队，持续不断地向着目标迈进，成功登峰，站在了百星登峰领导奖的舞台上。首先，让我们欢迎。